欢迎大家。以下是慈幼英文学校网上查功课的示范片段。首先请大家进入学校网页，在主页左边有用连结里面按一下 eCast。 在这里请大家留意， eCast 系统需要 IE8.0 或以上才可以操作正常的，而且大家亦都要留意 ，eCast 系统喺每个星期六嘅上午会进行资料备份。喺呢段时间 ，eCast 系统会暂停服务。我哋按一下上面红色 ，click here to eCast 就可以去到登入画面。登入嘅时候系需要输入 ID 同埋 password 嘅。至於 ID 和 password， 在學生第一年入學的時候已經隨著通告派發給每一位家長，如果在這方面有任何問題的話，可以聯絡我們校務處的同事。輸入之後按一下 login 就可以了。在 eCast 裡面可以選擇英文或者中文繁體展示，如果要切换中文，只要按一下右上方的繁字就可以了。当登入之后，要怎样才可以看到同学有什么功课要做呢？只要将滑鼠移到左上方的资讯服务，在展开选单中按一下网上加课表就可以了。在这里你会看到同学在这段时间要做的功课，如果要简单一点也可以根据学科来查阅的。在加课清单的右边是加课记录，我们按一下就可以看到同学们已经到期要交的功课，但是这里展示只不过是到了期应该要交的功课，而不是代表同学已经交了。今次的示范已经完结，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联络我们校务处的同事。